Hello，珊珊，你好。Hello。之前有通过 email 的方式了解到你的状况。其实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采访，可以更了解到你的处境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你介意我问得更深入一些吗？还是你需要一些时间再回想一下？刚开始的确会不习惯，之后也慢慢适应了。他也好像没有那么压力了，可是家人那边还是会有一点逃避。三，起来了啊！你做什么睡在桌子上的？床就不要睡。你不要忘记你有比赛啊，时间不多了啊。妈，我可以等明年才参加。不可以。我已经跟亲戚朋友讲好，我要去看你的比赛了。你不要给我丢脸啊！等下我做好早餐之前啊，你要跟我练习几遍啊。坐进来，没有啊？我就看你拉到那么好听，来听听啊！你不用理我啦，加油啊！哎，哎，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有啊，妹妹要比赛了吗？我来跟她加油打气咯。三在练习比赛啊。三，妈咪切一些水果给你啊。谢谢妈妈。冰，你快点出来啊，不要打扰她练习啊。凭什么你会拉小提琴？待遇就这样不同？
你要练琴，也没有什么时间练啊，何况是吃，对吧？再说，你那么胖。那么久的哦，我拿一下就拿到啦。哎呀，随便啦，要不然你看可以做什么手脚哦，给他一点教训教。珊珊，你也好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在想一些事情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继续吧。首先，我想了解的是，在你患病之后，让你最难忘、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？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。的东西，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瞒着你们什么东西？你就不要再骗妈妈好了。你老实跟妈妈讲，妈妈也不会那么生气。可是我什么东西？我做错什么？既然你不用说，那我就说出来。你是不是不想去参加，才把小提琴弄坏？把它弄坏？没有啊，在把它好好在楼上啊，哪里有坏？那你告诉我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边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去？昨天都好好的吗？妈，我真的没有，你要相信我。那你跟我解释，这怎么会坏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也想要相信你啊，可是你要怎样解释，整个 violin 坏成这样？家里就我们三个人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这个琴昨天都好好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变这样子。我真的是很不明白你的三。你要是压力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讲啊，你不要跟我讲，你也是可以跟妈妈讲啊，都不需要把威力弄坏。我是压力，我是有跟妈妈讲说，我要等明年才参加，可是我。
可是妈妈不同意啊，所以你就把白琳弄坏，让妈妈拿你没有办法。你这样对妈妈，你良心过意得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怪不得我昨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听到山的房间有奇怪的声音。你知道你这个白琳是爸爸买的吗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？那我真的没有吗？够了，妈妈，你们不要相信我。你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，你做东西之前都没有想后果的没？啊，我真的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啊。够了，不要耍了，你也是。你既然不想参加比赛，下次就不用学了啦。你呀、啊，真的是让我失望。妈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有在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这么辛苦了。瞪着我做什么？做错事还瞪着我？根本就是你吧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真的很残忍，怎么？随便啊，不行啊。那你看我拍这张，好看吗？嗯，还不错。过两天就有人要拿小提琴去修理了，这几天你就不用练习了。那么先简短的给大家回顾一下案件的新闻背景了。那么在今天的审讯当中呢，法庭传召了案件的第16名。那我帮你过水啊。其实哦，我很明白那些压力的人通常都会做错一些事情，你不要担心啦，我会帮你跟妈妈解释的。所以我应该要谢谢你吗？哎，为什么没有听你提起过你朋友的事情哦？你该不会没有朋友啊？当然有啊。谁哦？最好的朋友就是 J 跟 K 嘛。才两个。那又怎样？至少我妈最疼的还是我。
不要敲门！妈，你不要骂我先，我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这么紧张？我认真的，我觉得珊珊有神经病。你才有病啊！整天疑神疑鬼。真的，我刚才在她房间不小心看了她的日记，给你看。真的。什么东西？是他的日记吗？重点哦，是里面有几个人的对话，讲的都是我们家里发生过的事情。重点是这个 King， 他连我煎鸡蛋煎到烧焦都知道哎，难怪啦。有时候他行为举止就很奇怪，有时候像疯子这样骂我，有时候又很冷静反驳。两个人就是。都没有听三说过啊。三，冰冰，下来吃早餐。最近是不是有跟什么朋友联络啊？那个 J Kim 吗？嗯 ，Kim 啊，问问而已啦，没什么。是你的早餐先啊。那个 J 跟 Kim 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？这什么？他们知道我们家里的事？什么叫他们知道我家里的事情？我们偷看我的日记。我，所以你们真的偷看我的日记啊？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那件事情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懂什么叫真正他的名字吗？三张日记还不是你们害的？就一本日记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你不要想这么多，平时就是你在欺负珊珊，还有你整天小脾气小脾气，你的心里到底是小脾气还是珊珊？你现在什么态度对我们这样讲话？我好好跟你说，你就好好说，至少还发脾气。不是耶妈，他就是珊珊啊，为什么用他？我都跟你讲了，他就是有神经病啊！又疑神疑鬼，你没有看到我在骂妹妹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要跟你讲说他有神经病啊！你们都别说了，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
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。我只是想问你们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有真正了解过珊珊吗？你们知道她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吗？你不是喜欢拉小提琴吗？又小提琴，小提琴，整天小提琴。还有你，平时不是很懂话的吗？现在讲啊！我，妈。我是喜欢。我帮你们回答，你们没有。算了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我们很害怕。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我知道那是你当年的梦想。可是你为你的事情。日夜反复的叫珊珊练习，你知道他多压力多辛苦吗？还有你，你因为嫉妒他，所以就这样子陷害他、伤害他。你们没有资格当他的家人。我是嫉妒你没有错。还不是因为你，就因为珊珊会拉小提琴，你就特别对她偏爱。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，你可以不可以关心一下我？所以你就见到这样去伤害她、陷害她？可以啊，你需要我给你鼓掌？是。我是对你这么严，是看你有天分，想给你更好的前途。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你好，为什么还不懂得感恩？你们知道，珊珊昏迷很久了。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他。你们也从来没有尊重过他。如果当初你们多了解他一点，关心他，体谅他。他大概就不会这样子了。那我想知道的是，最后一个出现的人是 Kim， 是 Jay 还是你本人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想今天采访就到这边吧。哦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谢谢你今天的采访。那过后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再联络你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哦，好了，谢谢你。你们两个好了没有？快点下来。没，那个珊珊啊，不是在跟哪一个男的谈情说爱？谈你的头啊！等一下，你知道我拿钱包一下。是时候做出决定了。可是他做不了决定，我也不想让他再受苦了。那交给我吧，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就我来保护他吧。我觉得他也觉得交给你是对的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我随时都在，我会帮你打倒他们。珊，你不需要再忍受痛苦了。在等你愿意出来之前，我会守护着你的。Good night， 珊。
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，你看他们现在多开心。怎样？那个男的是你的菜吗？不是啊，礼物。跟我讲啊，你不要这么小气啊。又好小啊。你快点拿过来。都30岁了哎。那我想知道的是，最后一个出现的人是 Kim， 是 J 还是你本人？